有请 WLF 武林风主持人官方。大家晚上好，展现中国力量，弘扬民族精神，传播中华文化。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郑州河南省体育馆 WLF 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的比赛现场，欢迎大家的光临。差不多有大半年的时间没有在郑州打比赛了，回家的感觉真好，你们觉得呢？最近一段时间啊，全球最大的热点莫过于俄罗斯世界杯啊，现在进入到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就在今天凌晨，八强里边唯一的啊，仅有的两个南美洲的球队也是卷铺盖卷回家了，以至于人们开玩笑说，这世界杯瞬间变了欧洲杯啊，这频频爆冷啊，几家欢乐几家愁。其实这种不确定性正是我们竞技体育的魅力之所在啊。接下来我们的搏击世界杯就要正式开打了，在未来几个月的赛程当中也会有很多的意外，我想大家所享受的正是这种充满了不确定性的一个过程，未来的一段旅程我们大家共同拥有。在这里要特别的感谢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运动宝匹克体育，唯一指定维生素运动饮料英牛的大力支持。武林风现在开启互动时刻，现在下载手机淘宝搜索武林风，参与竞猜赢百万红包，您将有机会清空自己的购物车啊，非常非常的诱人了。那接下来呢，我们的搏击世界杯是 WLF 世界功夫王者争霸赛的后备战，后备战蓝方选手来自俄罗斯啊，本届世界杯的东道主。不知道啊，这个战斗的民族在绿茵场上创造这样一个历史性的突破，会不会在搏击擂台上给他带来好运气？这位选手呢，今年30岁，身高1.76米，战绩呢是15胜5负，两届 TNA 的冠军。我们掌声有请俄罗斯阿里克谢·乌里安诺夫。远搏击俱乐部武林风65公斤级的新人王，近来的表现让人们眼前一亮，真正的机会是属于勇敢者的。我们掌声有请中国刘勇。比赛现在开始，
各位观众，欢迎下载手机淘宝，进入武林风联手手机淘宝的红蓝阵营竞猜活动。那不但可以认真赢得现金红包之外呢，还有机会清空你的购物车。那今天的规则就是由观众来猜，到底红方胜场比较多还是蓝方胜场比较多。比赛即将开始了，加金彩宝 ，Ready Fight！ 各位观众，欢迎收看河南卫视武林风国际世界杯节目，在我们在河南体育馆为您直播。我是蔡瑞贤，在我身边的是关月华老师。大家好，现在是第一场比赛，由红方的刘勇对上蓝方的阿里克谢，比赛已经开始了。啊，对，我们看一下双方选手的基本资料。刘勇24岁，1.75米，臂展1.77米；阿里克谢30岁，身高1.76米，臂展很有优势，1.83米。对，那今天这场比赛是功夫王者争霸赛的后备战。对，这场比赛的胜者将有机会替补到世界功夫王者争霸赛的正赛当中去。如果正赛选手出现受伤、签证出现问题等不可控的因素，那今天的这两位选手都是坚决哥，都是比谁更肯，比谁更能够执行自己的战术。那因此他们两个都常常受伤啊，都是硬碰硬的。因为我们这个WLF 的世界功夫王者争霸赛从7月份开始到2019年1月中旬才结束，这么漫长的赛程，肯定会有选手出现一些不可控的伤病情况。是的，这栏目组在规划这个活动啊，其实也花了很长的时间，包括在整个活动规则的发想，还有这个选手的联络。对，所以后备战的选手还是有很大的机会去参加正赛。好，现在刘勇想压着对方打。阿里克谢开始了，游走了，哎呦，很漂亮的击鼓，哎，很重啊！虽然打到对手报价上，但是贯穿力是够的。面对刘勇的后手直拳，阿里克谢拿出的应对方法是后腿的膝法撞膝，威胁很大。阿里克谢拿过2届 TNA 的冠军，目前在 Glory 羽量级排名是第9的。这是一名经验丰富的老将，常年在俄罗斯和欧洲的各大顶级赛事征战。对，也因为他很喜欢硬碰硬啊。那在上个月在 Glory 第二回合跟对方撞到头，那被判无结果，无法比赛，因为他的伤口过深。那现在是刘勇，来自于郑州顺远搏击。我们看到第一局比赛开始以后，刘勇主动进攻，意识非常强。那刘勇之前也有一场比赛被撞了头，那裁判没有理他，所以他被强毒了。那场比赛他打完三回合，但是呢对方腿断了所以刘勇的比赛啊都是相当的惨烈了。刘勇这名选手身体素质非常好，力量好，爆发力大，而且他到泰国训练之后啊，练成了转身后蹬，还有一些舍身的腿法，这种大绝今天还没用出来。那之前刘勇都是打65的，最近升上来打67。那刘勇认为对方身高高，但是底盘不稳，所以会先用低扫来对付他，然后再找机会用重拳解决他。现在第一回合即将进入尾声，从开始本来双方在互拼拳，但是呢到了尾声之后呢，那刘勇他的攻势是比较坚决的，一直压着我们蓝方阿里克杰来打，表现出他的地主的一个斗志。对，虽然刘勇主动发起了进攻，但是还是以控制为主，以腿法为主。各位观众，下载手机淘宝，搜索武林风，参与竞猜互动，最高可获得9999元清空购物车。次产生这种情况，那我们再话说这个蓝方阿里克谢啊，他的一个武学的中心思想，他是一个截拳的概念，那就是要跟你抢时间差。OK，
可以看到刚刚我们的刘勇出腿的瞬间呢、啊，我们的阿里克谢出了一拳，他说接住你的攻势。阿里克谢是一名非常聪明的选手，我们可以看到他在破坏刘勇的重心，反击抓的时机也抓得非常好。是，因为他的团队里面有很多位格斗的高手啊，包括有一位在2010年跟傅高峰打过，另外有一位是目前轻重量级的冠军，实力都相当坚强的。好，现在刘勇开始用大招了。那刘勇也打过硬仗啊，对上新当，刘勇就用他的舍身踢跟新当打了三回合。我们看到刘勇调整的战术，目前就是我靠力量战胜你的技巧，我用单击来换你的组合，希望单击能取得很好的打击效果。刚才看到蓝方躲掉刘勇的低砍低，躲得相当的老练，稍微屁股往后缩一下就躲掉了。对于老将阿里克谢来说，实力是在刘勇之上。他应该是更希望稳扎稳打，不要出现什么不可控的意外情况，把这场胜利收入囊中。而且你看那个借腿还有后手拳，这个时间呢、啊、非常的快，分分秒秒都要抢这个时间差。哦，很重的一个扫踢。是。刘勇挑衅对方说：“来吧，来吧。”哦，一个干打。其实跟这个阿里克谢这种对手打真的是相当头痛啊，他都会破坏你的节奏。一个组合，相当放松的组合。这种反击意识非常强，然后抓反击时机非常准的选手，会让很多高手都很头疼。是，甚至有时候是反击快到变成迎击了。好，你看刚才红蓝方选手的拳是后发先至。面对在泰国集训刘勇刚刚练成的绝招低扫踢，阿里克谢的抬腿格挡是非常有效果。我们可以看到刘勇踢了一腿以后，我就不再踢了。好，一个西装。哦，这个后手迎击，该红方做得不错。刘勇连续两次很重的后手拳，第二回合快结束了，双方的一个进攻频率还是非常的高，非常的快。这场比赛的胜方是有机会未来作为我们的功夫之王争霸赛的地补。刘勇的进攻给阿里克谢造成了很大的威胁。是。比赛进行到第三局，阿里克谢打得还不是非常的奔放。现在蓝方选手这个摇闪动作非常的好。那现在刘勇其实有一点犹豫啊，看出他的眼神，他在想该怎么打比较好呢。好，重拳再加一腿，非常漂亮的反击。碰到阿里克谢这样的选手，真的是让人觉得很头疼。对，而且刚才刘勇的拳法被挡掉了，刘勇给了一拳，对方还了两腿。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比赛的深入进行，刘勇的反击效果渐渐的在变得越来越差。是，阿里克谢的反击效果越来越好，而且刘勇的大招啊被对方给掌握了。
渐渐的，你看这个蓝方选手低砍踢，几乎刘勇都是没有防守到的。应该养成良好的防守习惯。好，开始打了一下。哦，换成高扫。三个低扫以后，换成了高扫踢。对，这个蓝方也非常聪明，他不会把自己的胫骨往你的刘勇的膝盖上面送。哦，这个组合非常漂亮，就是针对刘勇，他会提膝格挡之后呢，就改成高扫。一个膝撞，很危险。现在刘勇的局面很被动，他需要拿出来更多的办法。对，刘勇这场比赛从65升到67来打，确实是比较辛苦一点。对，尤其是第三局进入后半段，他想用重拳压制蓝方阿里克谢，但是呢，没有达到他预期的效果。而且这种重拳压制，对他的体能消耗是很大的。是，而且有点箍紧了，连膝，箍紧加连膝，这是不允许的。时间不多了，剩下33秒。好，各位从这个画面的左下方可以看到，是第三回合，能够剩下倒数第20秒了。刘勇想做干打，啊，对方用高扫踢来对付他。这场比赛呢，究竟是红方胜还是蓝方胜呢？各位观众不知道猜对了没？这个结果即将揭晓。三局比赛结束，我们来期待一下裁判给出的最后比分。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一号裁判27-30，二号裁判28-29，三号裁判27-30，比赛结果蓝方胜。Who can win？ 来，谢谢，有请浙江何建树先生，有请吉耀控股集团。世界杯的后备战，你才有可能进入搏击世界杯的朋友圈，所以说这个是可以理的，必须要拼得很凶。好，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 WF 67公斤世界功夫王者争霸赛，也就是我们的搏击世界杯正式开打，一会儿回来。他们不惧挑战，他们向往荣誉，表现都足够惊艳，足够给我们惊喜。他们重披战甲，低调交流，肃穆
困住了很久，是时候给他找个伴。十六位来自世界顶级赛事的王牌选手逐鹿中原，采用小组循环赛，注意捉对自杀。首度亮相，小组赛首战不容有失。成吉思汗、大战巴、阿斯克洛夫领先 C 组全欧班，出现形势最为复杂。炸药杨卓领先 D 组火药库，面对两位北方战神，能否强势突破？谁能旗开得胜，把握出线先机？八月四日搏击世界杯精彩继续。展现中国力量，弘扬民族精神，传播中华文化。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郑州河南省体育馆 WLF 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的比赛现场，欢迎大家的光临。今天是我们的搏击世界杯开打的日子，所以说我觉得现场的所有的观众朋友的能量也是格外的不一样，让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感受一下大家的热情，好不好？好，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我们 WLF 67公斤级世界公布王者争霸赛，也就是我们的搏击世界杯正式开打。那赛前呢，我们进行了抽签，16位中外勇士呢分成4个组，每个组首先要进行的是循环赛啊。循环赛当中每个人都将碰面，只不过胜负的积分不同，和我们的绿茵场上的足球世界杯的这样一个赛制稍微有点像啊。那在 A 组当中4位选手究竟会是谁呢？我们一起来通过短片认识他们。孟庆浩来自中国，职业战绩35胜6负6次 KO 对手，全国3打锦标赛季军。贾奥奇来自中国，北京格斗元素俱乐部，职业战绩17胜5负3次 KO 对手，2014年全国3打冠军赛65公斤级季军。金童江通菜来自泰国，职业战绩204胜40负2次 KO 对手，2011和2012年 WBC 泰拳轻量级世界冠军。大飞王鹏飞来自中国，职业战绩18胜7负。火药味十足。那这样一个循环赛的赛制呢，其实呢保证了我们大赛的公平公正，同时呢让我们的节奏也更加具有可看性。 A 组的第一场比赛就是一场非常富有戏剧化的对阵，昔日的武警的战友，也是曾经散打擂台上的对手，赫赫有名的武警三剑客当中的其中两位，在我们的武林风搏击世界杯的擂台上就要碰面了。这场比赛也是让所有的观众朋友们期待不已啊！蓝方选手今年26岁，来自北京格斗元素俱乐部，我们掌声有请中国贾奥奇。
手来自停滨体育俱乐部，有人喜欢用擂台彭于晏来形容他，就是长得太帅了，以至于忽视了他的拳脚啊。所以说接下来的这场比赛既有颜值又有很强的对抗性，值得期待。我们掌声有请玉面锦衣侠孟庆浩。场上裁判马涛，比赛现在开始。
Come, ready, five. 各位观众，欢迎收看河南卫视武林风搏击世界杯揭幕战，在河南体育馆为您直播。我是蔡志贤，在我身边的是关月华老师。大家好。现在红方是宋少秋，蓝方是弗拉基米尔，比赛已经开始了。宋少秋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名选手，武林风的新生力量，进步也很快。宋少秋今年深圳站对上摩洛哥选手啊，是一个强势的高扫踢及击倒了对手，然后在上一次对上波球的徒弟亚历克斯也是击倒了亚历克斯，以30-26大比分获胜。对，俄罗斯的蓝方选手，来自俄罗斯的泰拳手弗拉基米亚，已经征战拳台超过12年。对，我认识这个蓝方选手有好几年了，他白白瘦瘦的，看起来没什么威胁性，但是他是泰国电视8台的泰拳好手。从数据上来看，蓝方选手的杀伤力是巨大的，是，进攻的终结率是82%，非常恐怖。像这个弗拉基米尔这个头上的疤啊，就是不久前被对方肘击开花的，但是他过去的师傅啊，是被这个波球开的口更大。但是这个弗拉基米尔从技术特点上来看，不太像一个泰拳手。对，好，这个宋少秋他说他要找回今年的状态，他对自己今年不满意。从报价上来看，这个蓝方选手抱得非常漂亮，非常紧，不像泰拳手。这个弗拉基米尔在泰国已经娶妻生子了，他在3年前在武林风打过了，他说那一次是拉肚子，所以输了比赛，这一次是他第二次登上武林风的擂台。然后他在2015年啊，曾经前手平勾击倒了赵岩，所以在前手平勾是要注意的。第一局比赛，双方火力全开。我们刚才介绍过啊，这个宋少秋来自于一龙奥宇，一龙奥宇最近他的教练团队啊大幅的扩编啊，所以也教了他很多的一些新的技术。对，这种中近距离的拳法对拼，考验的是双方选手的拳法和胆量。哦，很漂亮的高扫踢，漂亮。哦，今天宋少秋的火力全开了。而且你看到宋少秋的高扫踢，像是不转腰的，他腿是挂上去的，这特别的线路。对，动作很隐蔽，幅度也很小。虽然遭受了很严重的打击。宋少秋今年输给刘爱宁过，所以他对自己的状态不满意。对，虽然遭受了很严重的打击，但是蓝方选手还是努力的在做出反击。那宋少秋他认为今天弗拉基米尔的他的启动速度比一般泰拳选手要快，所以呢宋少秋要比他更快。我们没有看到弗拉基米尔的启动速度，但是弗拉基米尔向我们展示了他惊人的抗击打能力。是，在双方选手的火拼中，第一局比赛时间过得飞快，已经结束了。各位观众，我们武林风联合手机淘宝进行的红蓝阵营竞赛活动进行到了尾声，目前红方阵营获得的胜场是4场，蓝方阵营呢获得胜场是3场，4-3。所以呢，到底最后呢是谁能够胜出呢？各位观众拭目以待。那当然，在平局的时候怎么办呢？4-4就以这一局今天宋少秋对上弗拉基米尔的胜负作为今天红蓝阵营竞赛的胜负。对，时间有限，请大家踊跃参与。到第二回合，双方在斗牛。对，这个对自己的防守和进攻都展现出了非常有自信。是，刚刚宋少秋一边后退一边做刺拳，限制对手的一个进攻。宋少秋吃了一拳，但是不打紧，换角度西撞。今天啊，宋少秋的每一集都是非常的有气魄了。今天这场比赛蓝方发挥的不是太理想，
孙少卿的进攻非常凶猛，但是蓝方并没有选择逃避，而是做好我的报价，一直紧紧的贴住你，给你压力，寻找机会。但是呢，蓝方的前手平勾没有发挥，他的后手的反击拳也没有，他就有点当这个宋少秋的沙包。对，反击没有打出来，整个人软绵绵的，感觉没有什么太大的威胁和力量。好，前手的反击，哇，一个中扫踢。当了一回合半的沙包了，看看我们这个蓝方选手在下半场会不会有什么惊人的表现。宋少秋也要注意自己进攻的落点，对，很漂亮的击腹，击腹加打头。但是蓝方选手刚刚一个前手的反击，时机抓得很好，所以代表蓝方啊也是很冷静的。对，蓝方现在并没有乱了方寸，是他在观察宋少秋。宋少秋展现了自己丰富的进攻手段。对的，哇，一个非常的重啊，后手大摆拳。这个选手其实他在场上非常的忙的，他脑袋里面一直转，对，他在想策略。我们可以看到蓝方选手一直在观察宋少秋，一直在观察宋少秋。如何在对方的炮火里面保持冷静，还想到这个制胜的方法，这是很难的事情。而且时机转瞬即逝。对。而且有时候要靠着长期比赛累积下来的一些直觉去猜。刚连续的地砍踢，对，第二局进入下半段以后，蓝方选手渐渐找到了进攻的感觉。是，我们看一看是昙花一现还是找到了正确的方法，可以给宋少秋造成威胁。对，宋少秋开始后退了，这是体能下降的一个标志。因为对方的报价太严谨了，很危险的摆拳，是这个后手的摆拳啊，再来，这个身体力量都压进去了，对，尝到了甜头，我就再试一试。哦，前手平勾，很漂亮的平勾加低扫，对，当年赵岩就是这样被击倒的。进行的跌宕起伏，第二局，宋少秋赢了开局，但是弗拉基米尔掌握了中段的进攻，对，有点后来居上的感觉。但是结束的时候，这个宋少秋又打出了一波强力的反击，是，很漂亮，让我们共同期待双方选手第三局的表现。选手坦克式的打法让这个宋少秋看起来有点占了上风，但其实呢有点消耗了宋少秋的体力。对，我们现在也看蓝方选手是不是前两局故意在给宋少秋打埋伏设陷阱。是，那从以前到现在其实弗拉基米尔都是用这样的方式来找一个防守反击的一个机会。双方互相看了一下，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场上有时候肢体语言呢、也是蛮有趣的。最害怕突然没人说话冷场。是。好，一个变线的高扫，哎，怎么又来了？没关系，再来。弗拉基米尔很自信。来个上勾拳。啊，西装。很漂亮的击腹加高扫。但是呢，弗拉基米尔有个缺点他这种坦克型的做法，他的一个防守反击的动作太大了，所以没办法完全掌握到这个见缝插针的一个要诀。对，反击的效果并不是太好。对，动作大。我们只看到了一个后手摆拳。是，而且又动作太大了。好，现在双方地砍低。再砍这个很重啊！比赛进入了最关键的阶段。是，这个大腿啊，回去都要痛很久的。剩下一分半了。弗拉基米尔也让我们很钦佩啊。那看起来宋少秋还是保有一点体能的，只是说输出的频率已经大幅的下降了。比
三局最后阶段，双方选手比拼的是技术，更多的是意志品质。是，现在靠意志力的，南方选手也是没有体力的。好，地下低。现场的观众都在高喊 KO。是。那有没有那么容易 KO 呢？我们再看一下，因为毕竟对方当坦克也就当第一年了。当了好几年的坦克了，对，防守和这个装甲非常的厚，对，非常的厚，而且 KO 也是一种非常偶然的情况，只有天时地利人和，各种条件全部具备，才有可能产生 KO。哦，一边踢右边，一边踢左边了。哦，很漂亮的一个交叉进攻。弗拉基米尔的前腿受伤了。还有23秒，是。南方也没有多余的力气做决定大反攻了，双方都非常的累了。宋少秋在尝试自己各种进攻方法，看能不能KO 南方。10秒钟。好，最后一波对攻。好，这场比赛到底谁输谁赢呢？参与竞赛的朋友们一定相当的紧张了。三局比赛结束，宋少秋和弗拉基米尔都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我们来看一下裁判员的最后打分结果。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一号裁判30-27，二号裁判30-27，三号裁判30-27，比赛结果红方胜。78公斤级的超级战，南方选手今年26岁，身高1.86米，战绩41胜20负28次 KO 对手 ，KO 率相当之高啊！我们掌声有请来自匈牙利的帕特里克·维达科维奇。红方选手来自郑州顺远搏击俱乐部，首次登上武林风的擂台，今年只有17岁啊，身高1.83米。来，我们掌声有请中国郭顺。欢迎各位
场上裁判蒋威，比赛现在开始。欢迎收看河南卫视林峰，我是蔡志贤，在我身边的是关月华老师。大家好，现在红方是郭顺，蓝方是帕特里克，比赛已经开始了。对，郭顺是一名17岁的小将，帕特里克26岁，来自匈牙利。对，那原来这场比赛是由顺远的徐元庆，但是换成了这位小将，郭顺。对，徐元庆训练中手腕受伤了。是。郭顺这员小将只有17岁。郭顺是陈亚伟的徒弟。哦，陈亚伟，顺远的一个。对的，陈亚伟目前在台下。那他说下个月可能就准备开始比赛了。陈亚伟之前是结婚了，有点忙。蓝方选手来自匈牙利，是一名经验丰富的老将，常年在亚洲、欧洲各大赛事征战。对。帕特里克他是2008年开始练自由搏击的，那存了很多钱之后呢，才到这个泰国去训练的。属于欧洲有钱有闲的选手。其实他这个生活是非常辛苦的，常常过去打比赛之前都是要工作，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的。我们可以看到在对攻中，帕特里克一个提膝撞到了郭顺的头部。对。那不久前我们的帕特里克在武林风对上刘大成打80公斤的，那最后是由这个刘大成点数胜出了。西装，西装加单打。这时候已经岔气了。好，稍微缓了一下，还能不能继续呢？防守当中的严密的报价是不够的，必须得有很好的脚步移动。南方选手一样会在攻击干打，再一次已经受不了了，第二次干打。这 liver shot 是非常有威力的，已经岔气了。裁判认为双方实力悬殊，所以说直接叫停了比赛。对。那这种东西都是生不一下马上就没事了。对，岔气是一个小问题，只是由于遭受了严重的击打导致的肌肉痉挛，当时会很疼，但是很快会恢复。是的。我们也看到了帕特里克拥抱了他的对手郭顺，表达自己的歉意。这个是很精确的一个干打的技术。1:25，蓝方 KO 对手，比赛结果蓝。搏击世界杯8月4日鏖战继续，
下半区八位勇士首度亮相，小组赛首战不容有失。成吉思汗、大战巴、阿斯克洛夫领先 C 组全欧班，出现形势最为复杂。炸药杨卓领衔 D 组火药库，面对两位北方战神，能否强势突破？谁能旗开得胜，把握出线先机？8月4日，搏击世界杯，精彩继续。